选择那就不如沉默，说的太多太多没说。我不爱的通通都没错，不爱我的全都由不得我，为什么非要一种结果到最后疫情尽快的过去，然后世界上的职业竞技赛事呢赶快回到正轨，大家都可以进场看这些比赛。然后呢刚刚他们跟我讲说应该传完再吹，但我现在好想吹哦，我好想吹哦，不能吹吗？不行哦，好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我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然后我们的表演活动呢都能如期举行，很多表演活动。疫情要赶快过去。你要说我希望什么？我们今天居然有音效，今天居然有音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我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然后全世界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吹吗？来啊，我吹啊！Yes。好，希望大家许愿都能成功。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的直播呢已经在各大脸书，还有 Friday 还有我的 Twitch， Music, 还有 Twitch 上面，对对对，都已经同步的开播了。然后大家可以呢在下面呢跟我们一起许愿。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节目最后呢会有 Friday Music 抽奖，对，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留言在下面。有半年的免费体验序号哦，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这种线上串流的音乐嘛 ，Fridays Music 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那现在在下面各大平台，只要在下面留言一起许愿，比如说我希望怎么样，比如说我希望叮当等一下在现场爆炸，他也可以参加抽奖。谢谢各位，我们真的有音效，还有现场的音效，好屌、啊。对，所以大家记得留言留起来 ，Twitch 也有哦 ，Facebook 也有。好的，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了一位新团员、欸、真的假的？我加入了吗？原来音乐团是不用会唱歌或不用任何乐器、啊。你要唱歌，你要唱歌啊！我要唱歌，我要唱什么歌？喵电感应来一下。我不会喵电感应，每个人都叫我喵电感应，我不会啦。好了 ，Hello everyone， 我是二王卡子雅，一个台湾本土的职业摔跤选手。今天很高兴受邀到现场。等一下，你说台湾什么？台湾本土的什么？职业摔跤选手。等一下，这有点太浮夸了，这有点太浮夸了。我们认识很久了耶，这有点太浮夸了。安妮，因为呢，我们的脸书的粉丝呢，本来都是我们安妮朵拉乐团的，就是小粉丝。然后，其实我们算是比较在独立乐团里面是比较抒情挂的。OK， 所以可能很多我们粉丝的观众对二王不太认识，所以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没错啦，是没错。但是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刚刚讲说现场的观众通常都就是你们的观众比较不认识我，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就是业界不太一样，当然不太一样的观众。那我在他们的眼中，可能就是这你们的观众眼中，可能就是一个在现场喊得很大声的奇怪的观众。就是很金属派的啊，应该说就是每次去看安妮朵拉的表演，像他们有，比如说笨蛋狂想曲，他不是会有那个 Yes I Do， 对，我喊超大声。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现场的时候，在那个我还记得在那个成品楼上，你们在办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反正就是我想说，哇，我要帮那个安妮朵拉支持一下，因为我怕现，因为很多时候观众在现场其实不太好意思一起跟着喊。对，尤其我们的观众要属于比较就是害羞，你知道吗？都是默默派的。对对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他说 Yes I Do， 然后我 Yes I Do，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喊，就我一喊完之后，所有人全部这样。对，所以我就想说，OK，Nice、okay,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搭在一起，大家可能就是我们观众群，可能你那边的观众群跟我们这边观众群会觉得，好像这个画风很非常的特别突兀这样子。不是你们这样想，我自己也这样想，好不好？我受邀的时候，那个时候叮当跟那个就是工作人员跟我联络说，我们有一个活动想要找你，就是那个产业大串联，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受到那个疫情影响的这些人，那可能要一起办个活动。我就想说，好啊。那、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今天在干嘛？你知道吗？其实是安妮提议要找你的。哦，真的、哦？对啊。那他，我很确定他想要换团员。我很确定，因为如果他是由安妮来找我来这个现场的话，我就很确定他想要把你换掉。所以等一下会有人有生命危险，是不是？不会啦，不会啦，我们这么和平的一个节目，对不对？对，那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会找二王来参加？其实二王呢，他是我们叮当。的好朋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啊，这个我讲好了哦。其实我们是这是打电动认识的，对。然后什么电动？三国无双 online。哇，你看真三国无双 online。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现在还有吗？我跟你讲，我还记得他的游戏，他的游戏。你现在最好是不要讲哦。你现在最好是不要讲、哦。听起来很中二，是不是？就是其实也不会，不会中二，可是就是一个这个不会中二，但是有中二的在别的地方。哎、欸，对对对对对，不行，我要听，我今天一定要听，因为他是二王，所以要中二啊。OK OK， 我们现场是要这么冷，是不是？哦，谢谢，我们今天最近蛮热的，他以后变大二，对不对？对，没有，还好，反正我们在认识就是在一个真三国无双 online 这个游戏里面啊。哇，你刚刚冷到他都已经倒了。连麦架都受不了，真的。反正就是我们在那个游戏认识之后，对、就是，所以你的游戏 ID 是什么？你自己讲。
啊，没有啊，反正我觉得我必须要把时间给其他两位团员，我们这个东西先跳过，我们等下再慢慢聊，好不好？我们你还有两位团员没有介绍，你不要一直占他们时间。哎、欸，那我有个问题哦，你们在打那个三国无双的时候，谁比较厉害？当然是我啊。我跟你讲，他就是武器拿得比较好，然后就你放屁啦！你跟我单挑从来没赢过，你武器跟我拿一样，你还是打输我。这次装备有比较好吗？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是一模一样装备还是输就对了。对真的 ，OK， 你怎么说？好、啊，来挑快打旋风啊！你不能拿快打旋风跟那个游戏来比、啊。我跟你讲，我快打旋风我就拿摔跤手，然后把它摔爆，你知道吗？我要跟就是你不是安妮，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一般来讲啊，安妮朵拉的观众们，大部分的人在就是镜头前或在现场看到那个叮当，都是安安静静在旁边弹吉他，非常和善，没看过他这一面，对不对？你们全部都看错他了，他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好吧？我们认识的叮当是超级激烈的人。对，因为二王已经把他的那个隐藏的第二性格给激发出来。有没有？你刚刚安妮，你们认识他这么久，有看过他这么激动在讲说，我等一下来跟你打、啊，怎样的？没有，我有感觉到他刚刚在那一瞬间，就是整个飙了一个。怒火，对不对？你有看过他抖脚抖成这样吗？已经准备好了。好，那没关系，这些都是虚拟的。OK， 对 对, 对，我们今天没有要玩虚拟的。OK， 等一下会有 real 的，对不对？哎，对啊，我突然想到，你刚刚呛完香，可是现场有东西要，等一下要你试哎。对，等一下有东西要试。对，我们镜头可以带一下旁边我们的那个场地吗？对，好。各位观众现在已经有看到一个，OK， 这配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对，有一个场地，然后这个场地，其实跟真正的摔跤场地应该是差很多啦。其实真正的摔跤场地大概是怎么样？一般来讲是擂台，那它是一个6×6的擂台，就是一般来讲是5.5公尺×5.5公尺，或者6×6的大擂台上面打比赛。但是训练的方式，就是训练的场地可能就都还 OK 啦。那这边如果目前的你要当做是职业摔跤场地，当然不太可能，但处刑应该 OK。那什么什么应该是 OK， 处刑应该 OK。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像工作人员跟我讲说，处刑啊，就是 execution 啊， okay. 就是断头台。Oh, okay, okay. 听不懂，不好意思，sorry。OK， 这是专有名词。没有处刑，大家都知道。处刑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这我不知道。那工作人员跟我讲的时候就说，安妮是希望可以就是裁员呐、啊，啊物啊物理裁。裁员。所以等一下会大概会给我们示范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摔跤的，你要进阶也可以啊，要看他可不可以啊。为什么是我？因为我跟你认识最久，所以你只敢摔我，对不对？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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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OK， 我就好像上了贼船。哎、欸，我觉得我的观众应该很想认识你们，就是虽然我都有跟他们讲，就是安妮朵拉这些东西， okay. 就是但他们一直，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跟他们讨论说，我今天要跟安妮朵拉一起上节目的时候，有些人非常高兴。但是有些人说安妮朵拉是一个乐团，但是我好像不太了解他们。哦，真的，所以请你们介绍看看。有人认识我们吗？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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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当然， okay.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之前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叫奏乐，那个奏乐是职业摔角跟朱宗庆打击乐的合作，他是一个乐手，然后他就直接发了一个 IG 私讯跟我讲说，我安妮铁粉哎、欸。哇。然后我就说，我等一下跟他上，而且我跟他里面一个朋友很好，等一下我会折断他。你知道我脚已经断过一次了，你还有另外一只可以断。好，我介绍一下我们团员好了。大家好，我们是安妮朵拉乐团。然后我们曲风其实比较偏民谣，或者是有一点 jazz， 或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音摇，就是比较轻的摇滚。然后我们平常呢，有时候会在一些就是演出的场合，像 live house， 就是凯边的卡夫卡啊这些演出的场合出没。对，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3月的时候发行了一张 EP， 然后本来要举办一个演唱会，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取消了。所以就哭哭。那我介绍一下，我是主唱安妮。我是吉他手叮当，我是鼓手阿明。对，然后掌声。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位特别的团员，我介绍一下。并不是我们常规的团员，是蔡伟进 Vincent 老师，是国内的那个手风琴界的第一把交椅。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
Yeah, 谢谢你的配乐，听起来很庄严。然后手风琴啊，就是我们这一次 EP 呢，其实有找Vincent 老师帮我们做了一些编曲的东西，在那个由不得我这个单曲里面有。大家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演唱这首曲子，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Vincent 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演出这些曲子。对，所以今天真的我觉得很棒，就好介绍完了。OK， 好，我们待会就继续再聊咯。当然，对，我很期待听到你们现场唱歌，因为以前都是在台下看，现在我在旁边听。如果你等一下就是兴致来了想一起唱也可以。然后这边其实有三个牌子，有苦跟惨跟什么。我怎么觉得我拿这个牌子会被诅咒啊。最近都已经愁。我不要拿那个。我不要拿那个，我拿摔好了。感觉有些人打摔角会打错，就是打到这个摔。对，好不好？感觉期待。对，因为就是因应我们这一次疫情，就是很多很多活动都取消。真的。对，所以感觉就是很惨。对，就是这一种由不得我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第一首歌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由不得我》。Thank you.
拍手啊！忘记拍手哎、欸！我们现场在只有工作。我在体验当乐团一份子的感觉。有感觉。乌克丽丽了。目前这么短，感觉只能当乌克丽丽，也没办法其他东西可以装了。OK， 我们想知道一下那个二王，你现在有开那个直播嘛？对不对？实况对。OK， 那其实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互动一下，可以啊，现在就可以问了。你的那个手机上面已经把你设定好了，真的欢迎来到 Twitch 的世界。那、我们随便来看一下，哇，所以这是你的 Twitch 吗？对，现在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有几个人吗？我看一下哦，想知道一下。我不会用 iPhone 哎、欸，真我看不到，应该100多，100、200吧， okay, 我想应该差不多。欢迎来到紫色的世界。OK， 然后。是想问一下二王，就是这次的疫情的关系啊，就是在摔角界来说有没有什么就是影响？基本上现在它其实已经让职业摔角业界，全世界已经让职业摔角这个业界变成一个新的生态了。就是因为毕竟职业摔角的最大的一个表演的内容，其实就是要跟观众的互动，现场啊之类东西。但是因为他现场已经没有办法去让观众进场，对，所以现在引发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叫做无关客比赛，就是现场就是架了一个擂台，然后就是打 okay, 一样打比赛，但是没有完全没有观众， okay, 就是一种变成有点像线上实况的一种方式，就很像现在那个职棒也是。对，职棒好像有一些人可以进去。对，但是职棒这个项目其实职业摔角跟职业摔角稍微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职业摔角几乎就是完全没有观众、完全没有，因为那个场地比较密闭。对，那现在而且现在世界上的比赛，大型比赛都取消的状况之下，现在职业摔角选手都变得偏无聊，就会开始看到很多选手的另外一面。哦，你是说他们开始在做别的直播？对，他们就会开始开了很多 YouTube， 像现在最近大概从四月开始开了大概超过20几个职业摔角选手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他们也会开始拍一些影片，然后甚至有些选手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一些美食节目之类的。会不会跳太多？真的。那你自己呢？有没有就台湾比赛第二专场或者什么？我专长偏多了，所以很多专长就对了。对，这所以还好，但是职业摔角比赛大部分都是已经喊停的状态，然后本来是延期、那我们可能先定的场地啊那些东西也没办法办了，所以就得取消掉。所以你是不是有一些今年既定的行程，然后都没有办法去比？对 ，OK， 所以是什么样的比赛可以跟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有跟我们的台湾的观众说，我们今年可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现场赛事延续去年的一些，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我们的职业摔角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来到台湾跟我们打比赛、那本来预定是台湾人，对，是日本选手，是日本人，是你老师，对，那他本来预计是今年大概3、4月就要跟我们打比赛了，但是就 就包了，哇，那很可惜耶，对，所以只好把这个约定就可能要移到后面一点点的这样子，真的，对啊。所以就不过不是只有我们行业啦，对不对？嗯哼。那我可以问一下嘛，就是你们对于职业摔角这个行业的认知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嘛，就是叮当一定知道，因为叮当跟我认识最久。但是之前呢，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我在到现场的时候，我在叮当跟我就是介绍我给安妮他们认识的时候，对，然后、那个安妮知道我是直摔选手，第一个东西就是说，哦，所以你会这样，有点气，所以你会这样，我是忘记了，我说。怎样？对，就是他会有一个既定概念，所以可以问问看你们就是团员安妮朵拉们对职业摔角的印象是什么？对摔角印象就是感觉好像要很重，嗯哼，对，就是摔的比较不会痛这样，嗯哼，是对的吗？这个没有所谓对与错，因为职业摔角选手的确要有一定程度的抗打能力，那就是但你说的要很壮这个东西，但因为每个人对壮的定义不一样啦、你可能觉得啊，你啊就是对叮当很壮啊，你也可能觉得他很壮。好，那我要问一个问题，请说，为什么你们都喜欢不防御？哦，职业摔角有一个精神是正面吃下对方的招。这是职业摔角的精神，就好像这边互打巴掌。对，就是我们会又很奇，就很妙，就是很多人会说你们可以躲，为什么不躲？对，我有这个问题。对，这是一个精神，就是我们会站着跟对，等于说是尊敬你的意思，就硬要吃硬吃你的招，然后我再打回去。因为我常常看到就是摔角选手就站在角柱上面，对，然后就跳下来，我想说，你赶快躲开。哦，不过那个在台，如果你说的是飞空技的话，有的时候是太晕了起不来。对，那个时候因为比如说，对，有的时候像比如说像你们有没有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你们可能被什么东西挡到，然后白光。
就是或者是突然苦累被 KO 的时候，那种不能那种说你基本上你是你说就是如果说人家都已经跳到绳索上，啊、然后从绳索上跳下来，那种你不能闪吗？基本上你如果可以闪得很漂亮的话，你就有可能闪掉。但是你如果闪不掉的话，如果你闪不掉，你比如说你爬到一半，它就刚好炸下来，你反而会受更重的伤。可是还有一个可以往旁边滚啊、就是。对啊，所以有些人会从旁边滚掉，但是不一定会成功。对，从旁边滚会丢脸吗？欸、也有可能嘛，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你可能觉得，阿明，你可能觉得说我今天滚啊，干太弱了吧，我就吃，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心态。对对对，是有这样，而且如果对对对，当然有可能。Okay. 但是如果你失败的话，你可能受伤会更重。对，因为你比如说你想哦，你这样这样子嘛，躺在那边起来这样啊，你这样滚到这个地方，它啪，然后就是摔下来瞬间，你刚好是压成这样子，那你是不是筋骨更容易受伤？那种如果被抛绳那种，对，就是被抛绳然后再弹回来，那种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我看到是大家是被抛绳弹回来，但是无法抵抗的，就被好，跟你们解释一下呢，就是很多观众有问过我们这个问题。抛绳索是真的会被弹回来吗？对，我们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擂台绳索。那个 rope 里面它不是绳子哦，它是三条钢索锁在一起，它是三个钢索就是纠结在一起，所以它的弹力很好。每一个就是问我们这个问题的人，如果在现场我们的擂台上面，他就直接上擂台，我就跟他说，你们就躺看，他们一躺上去就弹回来，真的。所以他在以这么快速的奔跑的状况，比如说我拉你去推上那个地方，你是真的会飞回来的。哇，对对对，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也是职业摔跤的心法，就是跑步的。你很想让他尝试一下，是不是？很想断。啊，这里又没有那个绳索。突然就觉得哇，好想去看一下真的摔跤。下次有机会啊，啊搞不好你们下一次，下次你们一个 MV 拍，就是跟擂台有关系的。Okay.对不对？对，这个还很棒的 idea， 对不对？就拍，因为职业摔角有很多其实很浪漫的东西啊，所以你要当男那个 MV 男主角的意思啊？我不是，我没有想要当，就是让你当，好吧？就是很多职业摔角很浪漫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是我的老师就好了、嗯，我们老师教了我们之后就回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上次会有这么样大的感触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十年没回到台湾看我们。所以他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成长成就独当一面的职业摔角选手的时候，他非常高兴。所以我们在擂台上跟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断跟观众说，我们跟老师的羁绊是很深的，只是我们没有一直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等于说，我们那时候受过教学的几个选手，剩下的几个选手在擂台上就是跟那个观就是跟老师跪拜的时候，就观众就很多在哭这样子，真的就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啊，就很感动那种师生的情谊。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之后是老师要再跟你们进行挑战吗？之后他那因为我有两个老师切磋吗？还是对，之后就可能是我们单独对老师，就之前是他带。可是对老师不会就是觉得哇，这是老师我要尊敬。要尊敬，所以要打得更狠。职业摔角的精神是这样，不是？对，这是 respect。因为如果说我今天跟老师对打，我不出全力的话，表示我看不起老师。真的？对 ，OK。所以这是一种精神。嗯哼。对，所以很浪漫嘛，对不对？这种就是一种奇妙的浪漫。有感觉，有这个感觉。所以下一次 MV 决定。好，我们真的非常认真考虑一下，真的，真的，真的，因为真的有。是啦，是啦。什么 Imagine Dragon 好像有一首那个就是拳击手，对不对？其实蛮多的，像那个平井坚也有，平井坚有一个叫做 Life is 点点点的那种，也是摔角手。他里面有一个职业摔角选手，他半身不遂，他是为了他热爱的职业摔角，所以半身不遂的。然后、嗯，但是他就一直在轮椅上。他那首歌是在讲述生命的意义嘛？他最后的画面是他自己用自己的力量从轮椅上站起来，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很热血的。对，真的。我们刚刚讲到浪漫嘛，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浪漫的状态啊，这么快进吗？这么快进的吗？太硬，这么好进的吗？哦，原来是这样子，是不是？那我是不是可以讲一个很 rock 的，就直接进 rock？ 对，要等下一首。好，OK， 这样 cue 的比较顺，这样。好，我们下一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我们的 EP， 然后我们这一张 EP 呢，《孤独的自由》里面有三首歌曲，那我们今天下面这一首歌呢，演唱的是里面的一首《在黑暗中漫舞》。人群中独自游走，寻
照黑暗中的狂火，当尘埃飘落无影时空，而我就要掉进这声声声落。手风琴真的很有那种黑暗中漫舞的感觉，那我觉得听这样的比较抒情的歌有 feel 吗？我很喜欢听各种不同的歌，所以我其实有为什么我会去就是去听你们演唱会，不是因为我跟你们是朋友而已，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歌很好听，不然我怎么收那么多 CD 啊？好感动！我收那么多 CD， 我花那么多钱，不是哎、欸？而且你们里面有个超讨厌的叮当哎、欸。你想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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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麦克风，没有，他这是故意的。我要 cue 你啊，不然你都不讲话，都会让一个人会混分，旁边都在一直讲。那你也可以 cue 后面两位啊，很远啊，要拿麦克风很远啊。他现在其实他们应该有问题想要问你。我问过
那他问过了、我们问一下那个 Vincent 老师好了、就是手风琴界的代表，有没有什么想要问这个中二王？不要乱加我名字。或是二王有什么想要问手风琴的，也可以就是交流一下。我想问就是，你有那个出场的主题曲是什麼？有、我有自己的出场乐、每个选手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出场乐。真的？不是姜思呢？不要乱，那有版权啊！不要乱打了。有版权？那是姜思呢？那你主题曲是？我的主题曲是一个，就是有一个乐团叫雷姆斯丁的音乐。有听过？雷姆斯丁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歌德金属。哦。对对对，所以它是比较重的。叮当年轻的时候，对，就是金属派的，你知道吗？我认识，知道，他以前是，我知道，因为他之前跟我讲过，他其实 OK，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曾经有想过要一起弄，就是新的出场乐这样子。哦、对，想要请他编吗？就等他找啊，他要找不找的，我也没办法。现场来，你以为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这边？我们是产业大串联，你以为我们很有钱是不是？不然我早就自己开始做了，我何必那么辛苦啊？叮当可以来一段吗？现场来一段即兴的，就是对 battle 一段是什么意思？哦 ，battle， 我以为 battle 一段是不是跟他打起来？还是还没到那个环节，有吗？可以吗？还是比较好啊，没有啦。其实我想要问其实我因为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对不起，因为我是一个听音乐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就是很专业的，比如说音乐评鉴。我想要问看就是你们，因为其实平常的时候问会觉得不好意思，那刚好现在在这前面，就观众都看得到，就算不好意思，观众也一起承担了，所以好吧。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很多人都会说，像安妮朵拉是独立乐团的佼佼者之一，那所谓的独立乐团，对独立，好害羞的感觉、那所谓的独立乐团，它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独立。OK， 哦，原来已经不是了，是不是？那你们要先讲啊！你们要先讲、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强大的那个 backup 的那个蜂巢音乐，我们已经 okay. OK， 我们现在有伙伴了。好。Windy Music， 那你们之中就是分工是怎么样分工的？ Yes. 比如说像安妮是主唱，对，然后阿明是那个打鼓的，那个抓背的，不求人。那就是我想要知道你们，比如说编曲啊这类型的东西是怎么样生出一首歌的呢？我可以专业的回答，就是不要讲太久，你不要讲干话，就是因为他会讲，你不要给我讲干话。你要问他很专业问题，没有就讲很久，就是编曲啊，就没什么，就是编嘛，这就是干话、你这样讲我还是听不懂啊。就像说，你要怎么摔啊？人来了就摔，球没有没有，球我绝对不会这样讲，我绝对不会这样讲。专业人士是会有自己的 pride 的，好吧？好啦，那好，就是大概讲一下。好，对，就是其实我们安妮朵拉的主创作基本上还是安妮为主。OK， 对，然后他在写歌的时候，他会自己录个简单的 demo。嗯哼，对，然后再把他的 reference， 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告诉我们， okay. 对，然后我们再编 ，OK， 这样，对，然后中间呢就要大概乱个至少好几次，对，大概一两年吧，对，大概炒个一首歌吗？炒个几轮之后，然后再弄出来的，炒个几轮，数不清哦，对。所以大家看到台面上都是假的，台面上很温，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创作过程，一定会遇到的。应该说本来就是因为我们是乐团嘛，对对对，乐团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对对对，所以每个人的 style 都或多或少会有点不太一样。嗯哼，对。那有时候他想的画面跟我想的画面有时候会有落差，当然，对。那编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会跟他。就是有一些想法上面的不一样 ，OK， 对，那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还不错哦，然后他就接受，还有说你在编什么东西啊，然后就被打枪，是这样，他是这样讲的吗？你在编原话不是这样啊？哦，原话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想问，就是比如说像刚刚有讲编曲啊，就是作曲这东西，那各位是负责什么样的 part 呢？就是其实我比较像是那种。制作统筹，对，就像是说编曲，比如说这首歌给我们，就是以假设我是主编曲好了 ，OK， 对，然后我就是主要就是统筹，就是要上电脑上面去把东西编进去啊，对，把想法编进去啊，把乐器录进去啊，嗯哼，对，那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 ，OK， 对，那但是呢，但团员当然他们还是要协助我，对，比如说买便当，这个、我要录鼓，哦，不是买便当，啊，你想喝酒对不对？对。
对、okay. 大概是这样。了解了解了解。哎、欸，我想要看一下我们现在留言的状况，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粉丝专业上线上面看看大家说什么。刚刚有网友说觉得二王的法质很好，跟金刚很像。真的，刚刚有网友留言说二王的法质看起来很飘逸、欸、说到这个我有话讲的，请说。他从我认识到现在他发型从来没有变过、欸、对，我记得上次很厉害吧，几年前看到你就是这样。所以他每次在 Facebook 在脸书上面都会 po 一些他的自画像啊，哦，太好了，他这个自画像画一次永远都不用改，因为他发型永远都不会变。过吗？对，因为我头发有变长短，就是这边的长短，但发型都是这样，发型都是。大概从几岁开始？我应该从十一两岁吗？两岁，那我的父母也是蛮屌的，我的父母也是蛮厉害的。从那个是因为这个发型比较好摔吗？其实不是，是或者摔完可以这样。他有一个辨识度，有个辨识度是真的，真的有个辨识度就是职业摔跤选手他就跟一些乐手跟 KOL 一样、okay ，他需要有一个很快的辨识度，让你辨识出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摔跤手也要注重门面，就对造型。对，那因为比如说假设像你们看到一个戴面具的人，你可能就会马上知道说哦，他可能是个职摔选手，就是他这样，因为那是面具嘛。哦，但是我们不是戴面具的选手，我就必须要找一个东西是我的特色 ，OK， 让观众记住我。了解了。对，所以也是啦。那你们两个发型这么像是？我发型才跟他不像嘞，在讲什么嘞？我发型那怎么会可能跟他像嘞？okay, 他讲什么嘞？讲这么话，他要我把这边剃掉就会一样。好，我们再看看观众有什么问题哦，太可爱了。我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嗯，哎、欸，你们可以问一下问题啊。现在有在我们直播上面跟我们说一声 hello。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Facebook 的延迟大概是十秒。哦、oh, ，OK， 那个， okay. 我可以先问问题吗？请说，就是那你们那些造型呢？像有人现在可以留言，不是戴面具吗？对，或是说那些造型是你们自己决定的，还是说由你们的公司或是就是训练场决定的？一般来讲，我们的选手造型跟你的风格是由选手必须要自己去想，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交给职业摔跤选手这些练习生他们技术。但是他们是否能大红大紫，必须靠他们自己，不能由我们给他们，由他们自己去思考，不然他们会永远在那边等。所以他们通常会一开始先做思考，除非他真的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比如说他会想说，我是不是这个东西做得不太好？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比如说卡姿亚前辈，你可以给我一些想法，他们才会用这个东西去改。但是我们不会介入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样子。那像早期，因为我只有早期有看过，职业摔跤就是在日本，像他们不是有武藤敬司、三泽光晴，对，或是那个戴虎面具的那个，对。但是像他们那种面具的话，是硬的吗？还是软的？一般来说，像好细致的问题。我讲一件事情哦、喔。假设啊，我今天叮当跟我打比赛，然后他跟我打比赛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上场。那我今天戴个比赛，我的面具超硬，我直接撞地板的话，我防御加成哎、欸，所以我基本上是不能戴硬的啦。对。通常都是软的。Okay.对，而且对自己也不会造成危险。那应该不能有那种变脸的吧？就是摔一摔，然后就……你说京剧吗？你是说海叉捞吗？有这种事发生吗？那你是不是期待下次来看我们直接去摔跤现场的时候，有人在那边甩面？好，乱入。OK。好，我们下一首，哇，怎么办？下一首是，我看一下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看。我觉得很蛮有趣的，因为就是毕竟两边的观众族群不太一样，所以他们问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对，他们在问那个你的发型师，我的发型师哦、喔，我其实可以讲啦，最早是在那个士林那个地方，我最早因为我以前住士林，那个士林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lounge hair salon， 然后那个没有工商 ，OK， 全名没有工商，Anson。没有啦，我的发型师叫 Anson， 然后他是那个时候他跟我讨论说、oh, okay. 就是因为他跟我讲说我的头型啊还有我的一些造型，因为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虽然看不太到，但是旁边其实会刻花，就是有刻、okay. 刻字啊这些东西。那你会刻什么字？不一定，我们都会让我都通常字比较困难一点啦，通常都是比如说图腾啊之类的，中二对做你现在就继续讲我们等一下依次解释，酝酿了对，反正就是他跟我讲说，我头型还蛮适合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士林从，然后后来我就会去其他的发型的沙就是沙龙那些地方，跟他讲说我这个地方不要动，但是旁边看你们会不会磕花这样子。对。但你现在没有磕哎、欸。
不是，其实不是没咳，是已经咳了，但是它我长头发长得很快，OK，它长出来，所以你现在看不太到了。哦，我每个月都会咳一次。那你这样，你要不要自己剃呀、啊？我不敢，我不敢，我很怕我自己一剃到之后，我直接变光头，你知道吗？哦，那你这样子会手滑。你这样子，那不就很长就要去弄一下的？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曾经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新的设计师在帮我刻花，因为刻花都是只要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嘛。对。他就有一次呢，就是我一个新的设计师，他刻到一半突然啊的一声，就是他讲啊，然后我就，然后我就感觉不妙，然后后来他就说啊没有没有，我刚刚脚踩到了一下。我请你在胡，然后后来我看一下，他这边真的有一刀，真的是太上面了，所以我这边突然光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对对对 对, 對。那他知道你摔跤手的身份吗？我站起来就知道了。所以他可能太害怕。對對對，你没有把他丢出去。我是很想，但是法律。好啦，敬你们歌，我很期待听到你们下一首歌。好的，我们下一首呢是关于《孤独的自由》这一张 EP 的这一首主打歌，就叫做。孤独的自由，然后送给现在因为防疫期间大家都特别孤独，就送给孤独的你们。心的时候，他想起从前，从前那一张无忧而单纯的脸。然而过了好几年，他有了一些改变，变得开始习惯坚强面对一切。他总是说一个人自由惯了，可是一遍又一遍，他不禁想起那画面，会有人牵起他的手，走进他生命的河流，不用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孤独的自由，会有人为他而等候，放过散去的时光、哦、那种平淡从容的感动会有多美，他说你不懂。假装潇洒，然而过了好几年，当所有时过境迁，如果再遇见，将会有什么样情节？他总是说一个人自由惯了，可是一遍又一遍，他不禁想起那画面，会有人牵起他的手，走进他生命的河流，不用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孤独的自由，会有人为他而等候，在繁华散去的时候、哦、那种平淡从容的感动牵起他的手，走进他生命的河流、哦、不用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孤独的自由，会有人为他而
那种平淡从容的感动会有多美，他说你不懂。这首歌呢是《孤独的自由》，我偏幸福，我偏幸福，我可以坐在旁边直接听，因为平常都坐在台下听，今天可以坐在旁边听，偏幸福。有没有很想跟我们一起唱的感觉？不要叫职业说唱唱歌，好不好？不要叫这样。对我 ，Hello everyone， 我是二王卡子阳，我是台湾的一个职业说唱选手，然后也在这段时间呢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当然，这旁边的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哈，各位介绍一下自己吧。哎，大家好，我们是阿尼朵拉乐团。耶、yeah! ！我是吉他手叮当。Okay, 要给他们麦克风。这是我们鼓手阿明。耶、yeah! ！然后这是我们的客座手风琴手 Vincent 蔡伟金老师。Yeah! 好，我是主唱阿尼。阿尼。哎、欸，二王可以帮我们展示一下，你身上好像有带一个特别的装备。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那个制作单位一直要我披在身上，你知道吗？我想说为什么搞得我好像来抗议一样。这不是你自己准备的？不是，好不好？我坐在这边，他们就说这个你披着。好，等我一下。上面有写什么？好像有写字。叮当，你可能要帮我一下，这好像蛮长的。感觉这很像抗议步调。对啊。是要挂在我们背景的后面吗？OK，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谢谢老师帮我伴奏，谢谢。念反了。纾困音乐周惨。对，我们的纾困音乐周，现在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因为我们从礼拜三到礼拜天每天晚上八点的直播的一个节目，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最后的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要感谢我们工作人员很辛苦帮我们搭了这个布景，看起来很非常的惨。等一下，这个是包还是扁？请问你刚刚讲的话是包还是扁？因为我觉得美术组就是非常厉害，就是每次我们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主题，他们就会想一些就是看起来很符合那个主题。然后我觉得这次的纾困音乐周这个主题真的想得太好了，真的。你知道以前我们还是独立状态的时候，对，我们每次要想梗都想过头，然后都想到要吵架，然后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没错。对啊，那这次我们就不用想，就丢给他们弄。真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 Winding Music， 就是美术团队非常的厉害，像这个就是他手画的东西，太厉害，超厉害，我真的觉得这很棒。你知道这个除了就是那个，但我有点看不懂啊，这什么意思？他就是要把吉他戳破，把吉他戳破。什么？卖火柴的小女孩、啊？卖火柴的小女孩，什么都没有，只能够许愿这样子。哦，所以他是在许愿吗？哎、欸，可是小我看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下场不太好、欸，哎，不要吧。这下场不太好哎、欸！等一下，那他看起来感觉好像旁边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切他，是不是？对啊，不太妙吧？有割喉的感觉吗？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他上面还有钞票，500块、1000块飞走、啊、这样。哦，上面钱都飞走了，这个太惨了。谢谢冰城老师，真的很惨。而且你们有看他们的那个，就是每一个就是参加者都有一个就是一样风格的海报吗？对，没错。你们有看到我的吗？我的海报是因为我摔一个人把他飞出去，然后那个人在喷泪、啊、你知道吗？喷泪喷出去，我想说这个设计团队太屌了吧。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那个我们脸书上面的那个海报，對對對對對，真的真的不错，下次可以那个合作一下，如果你下一场需要那个视觉设计的。我们比赛好像没有那么文青。好像偏
现场喷雷 ，OK， 他可以走错棚没关系。好，那就是呢，刚刚为什么在大概前面的一个段落呢，就是有说呢，就是叮当现在对我做任何的攻击，我等一下会一次讨回来。因为我们现在来到最，我觉得今天啊，就是最期待的一个单元，也是大家等到现在呢，就是最期待。就是安妮朵拉裁员，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呢，就是可以健康一点嘛，我们就是互相的武术交流，对不对？可以啊，可是你是快打旋风，我不是快打旋风啊。对，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是职业摔跤选手。那制作单位在跟我联络的时候呢，跟我说希望我在现场可以带来一些就是职业摔跤的竞技的教学。非常好奇，可以现场帮我们示范一下吗？因为真的，我想要试一个东西叫逆水平手刀啦，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就他们有个东西叫逆水平手刀，逆水平手刀，不管是要不要用这个写一首歌。哦，可以哦，逆水平手刀它逆水平的原因是因为它挥出去是这个样子，它是。反的水平面的一个东西、okay. 然后手刀是打在别人的胸大肌上面、oh, 那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对，那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制作单位就是联络我的人跟我说请一定要打在某个人身上我想说我只要讲就算了，他跟我讲说请一定要打在某个人身上啊，你们现场有这样的人吗？你哎、欸，有人自愿报名啦，现场我们工作人员有人自愿救我命、啊、是认真的是不是、欸、有人救了你耶Yeah. 你是认真的吗？等一下，我们他是粉丝，二王粉丝，真的 OK、哦。我们现场有那个二王粉丝、啊、Winding Music 的工作人员自告奋勇要上来跟我们二王做一个示范，所以那一招，这个招式叫逆水平手刀，逆水平手刀，逆水平手刀 ，OK。那可能要帮我移一下，那个要照我这边，等一下，哎。我会伴奏，这个不太需要伴奏了，那么。然后，哎，访问一下这位观众，就是所以你平常有在看二王比赛吗？有，我有去那个武道馆看过二王比赛。哇，是真实的粉丝哎。OK， 真的很感谢啊，很感谢。哎，那你知道逆水平手刀其实力道蛮大的哈。我有看你的 YouTube 啊。嗨，应该是你的一个，反正你的朋友跟你说逆水平手刀是假的，应该说是练习生。那我那有一个一系列的那个影片呢，就是观众问了一些可能我们会觉得比较有趣的问题，我们就会把它拍出来跟观众说他真的很痛之类的。那就是有个练习生呢，就因为这样子大概吃了大概14发吧，所以今天你只要吃一发就好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要希望在开始之前先跟所有在看的观众朋友讲，就是千万不要在家里模仿。我们会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力道，然后我们知道打点在哪边，如果错误的话很危险，千万不要模仿。然后我给你一个就是 advice， 你要第一个挺胸，然后不要闭气，千万不能闭气，因为闭气的话可能会打到肺里面去，听起来很可怕，会岔气。哎，等一下，今天有保险吗？哎、欸，今天有没有人跟你说你有保保险？那是保在谁的身上？哎、好啦 OK， 逆水平手刀，逆水平手刀。哎、欸，叮当，你等一下跑不掉，等一下是你。哇！可以讲话吗？同学可以讲话吗？烧起来了！烧起来了！好猛哦，真的很猛。刚刚没有出力哈，因为这个逆水平手刀它其实是用甩的，是用扭腰，但是我刚刚因为对一般人我们不可能甩腰，所以就是这是平常的啊、哦。逆水平手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当叮当。我可以问一下现在聊天室的观众，就是大家都认识就是安妮朵拉很久了哈，那想问一下，就是毕竟这一台是安妮朵拉 for。哎、欸，我不会啦！那你打吗？你打，先给你打一下，先给你打一下。啊，等一下，所以你们两个已经认识十几年了，对不对？欸、对，差不多。是老朋友，老朋友，老朋友。所以老朋友会手下留情吗？会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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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啦。就挺胸，挺胸，一样不要闭气，然后就这样走。好，一样是逆水平手刀。OK， 准备好了，来吧。OK， 好。等一下超大声，我不知道现场观众有没有听到那个。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哎，等一下，你们 Facebook 应该不会被编台吧，对不对？那等一下可以把他的胸口打开，应该会有个掌印。会一个掌印吗？
叮当讲一下。没有，我觉得今天应该穿厚一点。没有，你知道吗？原本安妮是跟我说，哎，你今天要穿，我们今天要穿那个宣传服，因为宣传服是那个衬衫，然后我每次穿那个衬衫是白衬衫，它会透，所以我要穿衬衫，我就要穿，等于是要穿两件，你知道吗？可是今天好热，我就不想穿。他是在救你。我是为你好。没有啦，因为跟叮当认识很久了啦。叮当，你现在还好吗？可以讲话吗？可以哦。其实我觉得蛮爽的，阿明应该要来试一下。可是团员在伤害是不是？小孩，这团员就要互相伤害。没有啦，就是刚刚这个东西，刚刚这样的内容呢，是它是打击技，因为职业摔跤分非常多种，像抛摔技啊，然后打击技、关节技，还有甚至还有飞空技，飞来飞去的那种招式在擂台上。但是因为关节想看关节技是不是？想看关节是不是大声一点？想看关节技是不是？关节技，关节技， you dead. 关节技。来来来来，都走都走都走。十字固定会不会太残忍？都走。我先问你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腿真的有受伤了哈。对啊，我但是受伤哪一只脚？我两只都受伤了。我之前听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之前听到的不是这个样子。好了，没有了，开玩笑，因为你腿受伤，我不动你腿了。不然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消息，是他们需要他们就是他的吉他的一些就是专业知识，可是脚可以断，所以没有了，开玩笑的啦。那我们做轻简单的东西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做简单的东西就好了 ，OK？ 好 ，OK， 来吧。那我们不用脚，因为你脚受伤了，我们就做简单的 Master Lock， 好不好 ？Master Lock 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它叫、哦、我跟观众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叫 Full Nelson Full Nelson Lock， 就是奈尔逊式锁，就是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你知道他打电动都会把招式喊出来吗？我不会啊，我什么时候会了？会啊，我没有讲过啊，我没有讲过啊，你不要在那。好，我要做的这个叫 Full Nelson。 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我不要。好，那我现在做的东西是 Full Nelson， 还是在做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讲，就千万不要在家里模仿，好，千万不要在，而且这个会稍微有点痛苦，一下下而已。好，那请坐起来。我也叮到默哀。这可以踩吗？可以可以。就是手放松。手放松。它是从这个地方拉上来。等一下哦，等一下，现在观众听不到。哦 ，Sorry。等一下，再解释一次。对不起哈、哦，对不起，哎，我让主唱帮我拿麦啊。就是呢，Full Nelson 基本上它是一个算是脚力的近招，就脚力，因为职业摔跤不是脚力，但是这个在脚力是近用的。它是从后面头部往他的手臂拉起来之后，扣住后方的头部，感觉好像在按摩。那等一下看看你会不会舒服哈。OK， 这个地方拉起来之后。然后我等一下会数三，他三完之后他是往下压，基本上这个时候会很难说话，所以我只会一下下 ，OK。那他需要做什么准备吗？不用啊。OK， 好，三二一。叮当，你还好吗？我觉得他压着甩，他为什么左右甩啊？没有先讲好。你知道，就是毕竟难得跟你同台，然后要让你有永生难忘经验，毕竟不一定有下一次了。对啊，我应该还可以弹吉他、啊。哦，因为这个招式会就是有点会让对方的那个气管折断啦，所以会比较难呼吸一点。好可怕、啊！叮当 ，OK OK。重点是他现在可以弹吗？我先让叮当休息一下、喔。没关系，我等一下弹错有理由。哎、欸，你们这样今天这样回去会不会回去就那个？不会不会，因为这个这类型的东西，我们是不会真的全力下去，就只会让他感受一下下。如果真的全力下去的话，他是挣脱不了的。所以你刚刚大概用了几成力？应该不到两成，应该因为他这个动作是死命的往前压，我刚只有碰一下。OK。对对对对对，但是为什么外面的人笑这么爽？你们是不是其实做这个企划是想要杀叮当？哦，真的假的？OK，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
的留言，会不会大家有点吓傻了？等一下先喘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就耳背靠而已。有人说，说我们在报私仇哎、欸，不对吧？不对啊，重点不是我这边的私仇，是你们那边有私仇才对吧、啊？是因为是你们雇佣我的、啊，不是吗？OK， 看来背脊要爆裂了。你的背脊就是脊椎啊，背脊椎。但是其实脊椎可能还好，就是会往前压。对啦，脊椎会稍微受点压迫，但是没有真的梳理啦。好、哦，现在看到他可以拿吉他，就是最好的证明。谢谢各位。哎、欸，我觉得我在旁边看都有点喘紧张、欸。我觉得有了，还有手下有对很喘的感觉。因为职业摔角就是每个人都有那个镜像神经元，会投射自己在那个摔角选手的身上。我有那种感觉。对对对对，所以你来现场看的会很开心。我觉得我现在在喘哎、欸。他开始意会到职业摔角好看的地方了，谢谢各位。Everybody fucking yeah yeah 。我们直接换曲风哎、欸！我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下一首要唱什么。会不会？我们下一首要唱的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哎，好合哦！耶！我来访问一下叮当，你此刻心情就是觉得人生最大意义是什么？活着要体会一次被摔跤职业摔跤手，然后折关节剧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也要被折一下。哎、欸，你这个是那种去签那个自愿意之后，然后拖人家一起去签自愿意的那种感觉。好，我以为你，我以为你现在感想是活着真好。好，那我们来演唱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人生最大意义》，二王会唱吗？啊！大家想不想听我唱歌？不是，我会唱。你来了我们的场，真的是不要叫我唱，我真的是不好，真的是不好。因为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是拍手的桥段，嗯，对，然后就是你要不要教学一下？因为我的观众也会想要知道。不用，到时候你就知道，我会 cue 你。好，然后你就是帮我们拍手就，我就拍他的头。不要！你是鲁夫吗？你的手边就是拍手桥段，可能是啪啪，我就是啪啪，是吗？好啦 ，OK， 我怕我会唱不出来啊。OK， 最后一首歌，我好喘哦，为什么会这样？平常有在运动的习惯吗？没有，因为我觉得在他的气场这边会觉得一直肾上腺素升很高。然后听我们音乐，肾上腺素又会降低，然后再看他这边肾上腺素在飙高，我觉得这样对血压不太好。不然我现在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在唱歌，我有点心律不整。现在是最后一首歌，所以我等一下最后一首歌我就这样就好了。好OK， 谢谢 OK， 好，我来开始吗？好，谢谢二王。好，我们接下来唱最后一首歌，《人生最大的意义》。难平复。不爱这天，因为这天下了雨，你忘了带伞，你讨厌自己，工作不顺利，老板骂了你，你好不容易扶老太太过马路，公车却抛弃你，是什么道理？人潮拥挤，不知该往哪里去。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不理会你的所有委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拥有自己。我们享受这独一无二的人生旅程，偶尔也会孤单，偶尔也会哭泣，
把我们一秒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我们给自己莫大的勇气，时时提醒自己任时刻都不放弃，过得开心痛快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下去，你总是逃避，害怕诚实，勇敢地面对自己，是什么道理？他说你是他知己，身边却不是你。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不理会你的所有委屈，但是我们只。偶尔也会孤单，偶尔也会哭泣，把我们一秒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我们给自己莫大的勇气，时时提醒自己任时刻都不放弃，过得开心痛快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我们享受这独一无二的人生旅程，偶尔也会孤单，偶尔也会哭泣，把我们一秒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我们给自己莫大的勇气，时时提醒自己任时刻都不放弃，过得开心痛快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这天下了雨，你又忘了带伞，耶、yeah, 谢谢二王帮我们打拍子，可以可以可以，很荣幸很荣幸很荣幸我第一次看安妮是边笑边唱，你就知道你平常给她压力有多大他以前都是边哭边唱的，很少看他边笑边唱出现，对不对？要么这只有两种原因，一种就是他刚刚看你被打很爽，第二种就是他现在是直接给他压力很大。我觉得太有点太嗨过嗨。啊，真的吗？这是跟你平常的 tension 完全不一样的。对，因为那个浮动太大了，你知道？哦，对对对对对。可是而且我真的是因为看安妮朵拉表演，大概看了三四次。然后呢，就是现场第一次看到，就是安妮笑场，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笑场，唱第一句直接喷出来。我很怕之后演出你来现场的话，看到你就会直接笑出来。那我去现场，你的意思是我下去现场要戴面具吗？这样子还得了？我这样去现场更引人注目吧。对啊，没有啦，就是还是希望可以，就是这个疫情赶快过去，然后可以大家可以恢复那个正常的活动。没错，没错，没错，的确，只要是表演、展演的人，一定都受到相关的影响的。嗯、对对对，那二王之后就是疫情结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哎、欸，我先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就是我在目前有经营的地方，除了我的现在目前有在开实况的 Twitch 实况台之外，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就是我用比较有趣的方式让台湾的观众看到职业摔角，认识职业摔角是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其实如果说用很哈扣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很专业的术语跟观众讲，其实观众其实可能听不太懂，我必须让大家懂，所以我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带给观众这些东西。那当然之后可能也会有新节目上线，那之后如果是在你的退取实况台，退取的实况台，对对，频道名称叫做 Kazuya Infinity， 就是 KAZUYA，
然后 Infinity 就是无限的那 Infinity。哦、oh, okay, ，对对对，那 Kazuya, 然后 YouTube 频道就是打恶王，基本上都找到恶王 Kazuya。OK， 对对对，就找得到。哎，请说，请问有什么意思？请问有什么？前面确定不用加个钟吗？你、哦、没事，你真的是没有被打够哎、欸！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OK， 还是要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好，然后我们安妮朵拉这边的活动呢，我们下一场演出是在7月24号，原本是3月刚发行的时候有办一场在卡夫卡演出，但是因为疫情关系取消，然后现在我们会重新在7月24号星期五在海边的卡夫卡会有我们的演唱会，对，所以现在已经开卖了，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脸书下面有连接，然后就可以购买门票了。对，因为现在疫情有稍微稍稍比较松一些，没错。对，但是就是因为场地的关系，所以也是限量，就是可能场地的关系，可能只有80-90个人，对，就满了，所以请大家要就是手脚要快。然后再来是呢，我们这一次的 EP 呢，就是孤独的自由。这个部分呢是有发行那些小的小周边，对，就是这个。来，恶王知道这是什么？这看起来哈，口罩吧？口罩现在还能卖？如果是这样，不是啦。这个呢是一个咖啡包，然后就是搭配我们这次 EP 的三首歌， okay. 所以就有三种不同的口味。哦、oh. 对，所以。哇，好特别哦！给恶王，好棒，好棒！哎、欸，它上面的这个，你们的这一次的那个主打歌《由不得我》，好适合刚刚的叮当哦。这由不得我，那就刚刚被拖上来的时候。哇、哦，好棒哦！而且是绿泡式哎。对，是蛮特别的咖啡包，真的。对哈，对，就送恶王这一包。哦，谢谢，感谢，就带回家。很高兴。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试试看的话，因为这有三种口味，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心理测验，在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上面有。做完测验之后呢，就会得到最适合你的咖啡口味，大家可以去试看看。谢谢。好，这是我们的咖啡包的周边。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感谢就是我们这个纾困音乐周的主办单位 Windy Music， 掌声。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真的。对，可是我觉得他们看得很爽，不知道为什么。对，这是你们这集这一周下来看最爽的，对。你这样会得罪其他的表演者，好不好？不要这样讲，好不好？你不要让他们难做人，好不好？没有，我觉得今天根本就是做综艺节目啊。对，我发现我这没有唱得很好。不会啦，你这样就要唱不好。嗯。好，所以呢，我们还在感等一下，我们还要感谢那个 Friday Music， 感谢我们的协办单位。然后大家记得在我们的脸书跟那个 Twitch 直播下面可以留言，然后我们会抽一位吗？5名，五位，哇，这么大放送，大家都有机会。半年的免费试听，对 Friday Music 非常棒的一个串流的 channel。然后最后呢，感谢我们的啤酒头赞助我们的啤酒，这非常感谢。对，有很多口味。恶王刚有喝吗？我喝了两罐，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台湾做这个节令的时候，我就几乎都喝过。他每个都是不同的味道，哦、每个口味很棒。我很喜欢大薯，可是大薯之前的表演者把它喝掉了，因为太受欢迎的口味是不是？啊，最后是要感谢啤酒头，对，感谢他赞助这次，对，感谢他们的赞助。然后呢，我们这次参与纾困音乐周的产业呢，有电影发行业的造次映画，辛苦，对，星期三，然后旅游业的90路公车，辛苦，出版业的法律白话文运动，最后是我们职业竞赛业的。恶王 ，Me，Thank you， 请大家都到恶王的直播平台 Twitch 上面去搜寻 ，IG 也可以找到我，非常感谢。Okay, 好，所以刚刚那是你们最后一首歌，对，刚刚已经是最后一首，因为现在时间也蛮晚了。明天没有，我们这边应该还可以继续吧？可以继续吧？可以继续吧？哦，可以，这边那
总是要到十二点，总是要安口一下吧。没有车回家，总是应该安口一下吧。OK OK， 所以就不让人家下班就对了。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不让人家就是值得走出去，这要唱到横着抬出去，好吧？好，叮当，你现在还好吗？还好。活动现在还自如吗？对啊，我刚才有看到有人点歌哎、欸，点什么歌？永舞蹈在你的那个推曲吗？对啊，哦，应该是你们的，就是我有一些观众是你们的粉丝，好厉害，他有真的听过这样，真的。但我刚看到是他写无人岛哎、欸，不对吧？不是，我们观众很多，你看错人了吧？OK， 我可能眼花了，没关系。无人岛怎么唱啊？有一个无人岛，上面的人全部都死掉。欸、你会唱哎、欸？是这样吗？还没写出来，我尽快把这首《无人岛》写出来。OK。好，那我们带来这首 Uncle 曲，就是比较欢乐，让大家就是明天上班的时候可以开开心心的。这首歌叫做《笨蛋狂想曲》，然后有二王也会嘛，对不对、yeah. ？OK， 那中间就交给你了。我不要，我只会跟你 Yes I Do， 我们其他就是 Yes I Do。Y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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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让大家知道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被其他的观众当怪人，就是这首歌。Yes, I do. If I talk to you, you are the superfood to me. But I can't imagine everything you do make me happy. If you talk to me, I am the smartest food to you. Just like the one that gets up early to meet a hungry bird. Yeah, 我们谢谢今天的所有加手叮当。合作手风琴 Vincent， 鼓手阿明，我们的二王，Have I talked to you the prettiest part of you? You have honesty, bubbly face and Yes, I do. If I talk to you, you are the superfood to me. But I can't imagine everything you do make me happy. If you talk to me, I am the smartest food to you. Just like the one that gets up early to meet a hungry bird. Gets up early to meet a hungry bird. Gets up.参与我们直播 Thank you so much。 人群中独自游走，寻找黑暗中。哦，好啊，我看一下。
OK， 等一下哦，我来看看大家今天有。不是啦，因为刚刚那个有现场抖内，现场抖内，现场抖内了一部分的钱，所以希望可以再唱一首。我刚刚收到了，大概对这个数字。你是要退去上面吗？不是啦，现场，OK OK， 希望你们再唱一首。真的好，太感动了，因为无人岛吗？哇，我们会就是把这首歌写出来，未来不行啦，会太像了，不行啦。OK， 好，那我们就带这首安可曲，然后在最后一首安可曲之前，就是我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场那个工作人员有没有问题想要问二王？应该没有吧？应该当看成这样子，应该没人敢问吧？刚都已经看成这样了。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我可以要签名吗？我儿子要签名。我不会学猫叫，我不会。阿明说他小朋友想要要签名。认真的吗？真的。好，当然，荣幸。突然赖我。哦，真的假的？你说。阿明的。谢谢。所以阿明的小朋友在看摔跤是不是？那个。应该是实况啊。那 okay, 那你的小孩要跟他报名吗？有他小孩出道，出道。出道对不对？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出道？因为他是看我电玩实况，是要电玩出道还是纸牌出道？这两个不太一样。好，电玩是不是啊？好，可以。好，太开心。好，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永无岛》，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然后明天开心去上班。好，曾经属于我的炎热夏季被记忆锁上了，摆在抽屉，雨飘落在柏油路的气息，散合起来的时候就散去，人群稀稀簌簌的身影，全世界的寂寞在你怀里，挥霍的时光撑住我，在最美的疗愈，如果有一个永无岛，人们在那里永远不会变老，你去不去？不去是不是只因为你爱这里，去是不是只因为你爱这里，还
next time.